大家好，张艺兴在黄金瞳剧组为大家送来春节的祝福，祝大家狗年开挂，万事如意啊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爱奇艺，多多关注黄金瞳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璇，我现在在黄金瞳的剧组给大家送来新春的祝福，祝大家狗年行大运，大吉大利，也感谢大家2017年对我的关注，也请大家2018年继续关注爱奇艺，关注黄金瞳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艺兴，我现在正在黄金瞳的剧组为大家送来春节的祝福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狗年大吉，阖家幸福，希望大家在2018年多多关注爱奇艺，多多支持我们的黄金瞳，我们到时候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洪建涛，我现在在黄金瞳剧组，给您带上新春的祝福。狗年到了，2018，请您继续关注爱奇艺，狗年大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倩，我在电视剧黄金瞳剧组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狗年大吉，春节快乐。2018，请大家继续关注爱奇艺，支持黄金瞳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史航，鹦鹉史航，我在黄金瞳剧组。给大家带来黄金般的问候，祝大家新春顺利，新年大吉，心想事成，请多多关注爱奇艺，多多关注黄金瞳剧组，让我们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兴文，我在黄金瞳剧组为大家送来新春的祝福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幸福，狗年行大运。2018年欢迎多多关注爱奇艺，多多支持黄金瞳，我们不见不散。